我是刚刚那次单在2018年9月9号，瑞芳彭家路。9点50分出发拍摄室，有列车通过。78次就海鲜北回线看花莲的泰鲁格之眼哈，00090000010，拜拜！我的78次就海鲜北回线看花莲的 TMU1009加 TMU1000泰鲁格之眼，再轮到我们家通过，谢谢各位，就那，拜拜。